嗯，安那有闲来？啊，搁炸这么侪物件，嘿，啊，着拄啊好有闲，啊，顺便炸一寡心意来啦。嘿嘿，这阮的心意啦。啊，这卫生纸嘛是哦，这阮家嘛有呢。无同款啦，这哦拢是阮买包的公司买来的，哦，高级的哦，哦，用过了都回不去了。小叶打转来的时阵哦，伊嘛是讲唔免啦，我看伊哦嘛是用甲真欢喜，啊，回程哦，阮嘛爱买啊，阮就顺便哦替你补货。恁若是要买给小叶哦，我是无意见啦。啊，不过若是阮家就唔免啦，恁买这的物件哦，伤贵重啊。袂啦，钱唔，你唔免客气啦。嘿，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呐。飞弟小叶嘛是爱用啊，啊你嘛对咧用。啊哦，飞弟买一个吼，甲买两个，其实拢同款，拢是爱买嘛，对无？啊，阮哦就顺续替你买。真嘛？啊姐啊，是日本进口的水果，特别甜呢，食看卖啦哈。嘿啦，日本进口的，你若是食袂惯是不要紧，嘿台湾的我嘛有买。用熟的物件，食熟的水果，阮家生活嘛是安尼过啊。啊，搁再讲，阮冠廷甲嘉怡拢有稳定的工课，厝内面嘛是有收入啊。恁安尼做吼，袂输是敢若阮黄家无好好照顾小叶，安尼我真正是有压力啊。哎呦呀，真嘛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呢。我当然嘛知影，黄家是袂亏待小叶啦。我敢那想讲吼，阮若是较有法度、有能力，啊，就加承担一寡，大家互相嘛。啊，我无白的意思哦，吼。对啦对啦，迄趁钱嘛有分啦，有分吼趁大钱甲趁小费啦。迄冠廷哦送外送真辛苦，安尼会当补贴偌济？小叶对你吃苦哦，哎呦，我嘛就唔敢。真嘛？哎呦，你莫听伊乌白讲啦，迄胖的这个人哦，就是有嘴无心啦吼。我当然知影啊，啊小叶嫁过来就是黄家的人诶，我绝对袂甘涉的啦吼。就天下父母心啦，我就听到迄冠廷哦，为着这家庭遐尼啊辛苦，遐尼啊认真伫咧走外送哦，伊嘛算我半个儿子啊，加减我嘛也唔甘啦。阮冠廷哦，伊自细汉食苦就惯习啊，啊伊本来就是一个真乖巧的囡仔，就是安尼，我唔才甲查某囝嫁予伊啊。真嘛，啊！自从咱伫个庙会拄到以后哦，我就感觉咱两家哦缘分哦特别深呢。啊，即嘛拢是一家人啊，我就甲你坦白讲，啊，遮买物件哦，其实是我对小叶一款弥补啦。就我简单找到的查某囝，啊，无偌久就嫁人啊，我当然哦真正是唔甘呢，我做起你哦。绝对嘛是会同款的啦，哦。好啦，阿婆，即届就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不过以后恁千万唔通阁买物件呢，啊，若无会让人感觉讲阮黄家伫个虐待媳妇。无咯，无咯，是阮考虑甲唔够周全啦。对啦对啦，诶，亲啦。听讲你有病，讲钱身体无解偌好。啊，厝内底三顿拢小叶来煮哦，我来煮嘛会用啊。啊，不过是小叶伊想要学，恁若是唔甘哦，无以后拢我来煮啦。丢丢丢，嗯，卖卖卖。啊，媳妇应该做的就要给伊煮。啊，只是讲哦，小叶若是煮了无好吃，你爱加体谅一寡哈。袂啦，我哪会怪小叶？啊，小叶肯嫁你来阮黄家，我已经真感恩啦。无安尼啦，咱坐落来讲啦。
啊，看嘛，阿公吼，阮家还佫有甚物嘿，恁会当指教的，啊，出恁讲啦。哎呦喂啊，唔敢唔敢啦！哎呦，是咧，甲恁教了啦，啊，出来还佫有代志还无用啦。想讲即嘛，啊，我那哩雄雄走来，应该是无造成你的困扰啦，吼。即嘛，我那是有讲话，让你无爽快的所在，我甲你回信咧 ，sorry， 斯里马塞咪安呢？啊，林刚，林刚，请你食饭，你甲小叶拢唔免煮，大记住。好啦，嘿，我来煮啦。哦，我先来转啦吼。哎，啊，这些物件爱食爱用嘞吼。无送哦，无送哦。大姐，大姐，哎，真真正无送呢，啊，是不是在生气啊？拢是你爸吧？你无代无节讲着迄冠廷伫做外送的代志，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一摆人伫误会，讲咱伫欺骗啦。